说不许放人，我倒要瞧瞧谁敢放人。老爷子说不许放人，就是不许放人。方大人，你可是不想干这扬州知府了吗？公公，这件事情，郑板桥虽有不是，可是公公，您竟关了他一天了，也该出了气了，所以下官才来放他。放他？哼，不许放！公公，老爷子说，不许放就是不许放。方知府，你那四品顶戴，想不想干？这，你不想想看，得罪了总管老爷子会什么后果？总管太监去言道，不忘之人郑板桥，方知府回头笑，当着一代秀郎，小儿子作威爱作福，方大人，别说是你，就是两江总督大人，撒后安来了，我们总管老爷子说不许放人，就是不许放人，撒后安他。给您请安了，您另当别论，另当别论。赵李子，在。你说什么另当别论呢？老爷子是。我道是谁呀？原来是撒总督大人啊。总督大人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？咱家给您请安了啊。曹安呐，郑板桥他乃是本都的一榜童颜，你知道吗？他当过进士，当过10年的县太爷，这个咱家倒知道。可是跟您老童年这件事情，咱家倒是今儿个才知道。曹安，那本都要方知府把他给放了，你也不肯吗？撒大人要放人，是谁敢不放呢？这不过
郑板桥他众目之下辱骂咱家钦差大臣，要是把他放了，哎，这皇上降罪下来，撒大人你担待得起吗？啊，皇上那儿有我的。小安子，你好大的胆子。小李子，哎，在过去瞧瞧谁这么大胆无礼。哎，是啊。瞧瞧我是谁呀，我管你是谁。小王爷，奴才曹安叩见小王爷。小王爷，奴才在曹总管钦差大人。奴才，奴才不敢，奴才还是奴才。不敢，我看你是什么都敢，好威风，好杀气啊！小王爷恕罪，奴才不敢，奴才不敢什么威风杀气，奴才只是想逗小王爷一笑罢了。郑板桥的字画值钱，好，这下钱没赚着，这老命都要赔上。老爷子，这也不能怪我呀，这赚钱的事儿，这你不也动心了吗？你算大家倒霉。来呀、啊，放人。是。只是劳动小王爷大驾，还有三位大人，板桥心感不安，怎么还敢说委屈？衙役，卑职在。赶快送郑先生回去。是这儿的事，自有厚安和方知府会办理。卑职告辞，板桥请。谢过小王。小安子，你是太监总管，那么你进宫很久了，是不是？回小王爷的话，奴才自幼晋升，13岁入宫，侍奉圣祖皇帝，算来已有40余载了。你进宫已有40余载，那么交泰殿的那块铁碑你也应该见过了。奴才见过，奴才天天见。天天见？是。哼，那是世祖张皇帝入关以后所定下的祖宗家法，那是专门指你们这种人而说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奴才知道，奴才知道那个碑文。啊，小安子啊，你知道那个碑文？知道。嗯。小王爷，连奴才我都记得呀。哦，你们都记得。记得。好，小李子，你给我背出来。是啊，宫廷监视有犯法干政，窃权纳贿，属托内外衙门，交接满汉官员，月份擅奏外事，上言官吏，贤
皮者凌迟处死。小安子，在，你可知罪？奴才知罪，奴才知罪。那么你知不知道你是犯了什么罪呀？奴才不该和这个卢大人、知府大人结交。好，你可是全知罪啊！哼！小薇饶命。本朝的家法，凡太监不准出京，你们跑到扬州来，还擅自打着钦差大臣的名义，小安子，就这你就该罪该万死。是小王爷，奴才虽然有罪，但是奴才是奉了皇后的遗旨，出京办事，不敢不遵旨出京啊。你还有理？奴才说的都是实话，小王爷明察。太监出京，论律当斩。小王爷，奴才情非得已，是奉了皇后的遗旨，还望小王爷开恩呐，小王爷开恩呐。小王爷，您打狗还要看主人的面容。小王爷，皇后是小王爷的至亲。要是惩罚一尽效尤也就够了。好了，小安子，本爵就暂时记下你这颗脑袋。谢小王爷恩典，谢小王爷，谢谢小王爷，谢小王爷。好啊，老臣在，先摘掉他们的顶戴，打入大牢。待我拜发一份奏折，明日一早叫扬州府立即押解他们回京。是，多谢小王爷老命，多谢小王爷老命，小王爷，多谢小王爷，拿下去。幸亏遇了宝玉小王爷相助，能够平安归来。晚些你应该再高歌一曲庆贺才是。弟弟遵命。
半画芝兰半画秋。镇公公而今而后只怕连芝兰也不想画了。镇公公，您从今以后真的不再作诗作画了吗？镇公公，您要是不作画，那么弟子不就白来扬州一趟了吗？陆续啊，我虽然说不再写字作画，那也要看什么人要。若是你跟晚仙两个要的话，镇公公我还能不画吗？啊，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他要是能够说是实现于随缘的才女的话，啊，他以后就不要再见人了。不客气，好，卢大人，瞧我来，自裁，坐，小侄儿，小王爷，那曹公公现在怎么样了？小王爷呀，真是英明仁慈啊！他本来要以祖宗的家法出身，把曹安和李小英就地正法。虽然贵为皇孙公子，少年得志，可是还能够公正廉明，爱民如子。亚玉兄，若是有一天他能够当权秉政，想必能够富民强国，治天下于太平。这还用说吗？瞧，小王爷的成就，我们必可及身而见的。正是正是的，班卓志啊，你看曹安会不会就地正法？是两位老中堂力加劝阻，小王爷这才决定把曹安和李小英关入大牢，明天押返京城就办。好，这就是。丘人者，人恒丘之。这曹安呢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这种事情会轮到他的头上来呀！大人，小王爷他来了。是，小王爷来了。哦，亚玉兄，小王爷来了。卓志，咱们赶快迎接。是。叩见小王爷，两位老中堂，起来，请谢谢小王爷。小王爷，请。两位中堂，请坐，请坐。见过小王爷，免礼。小王爷亦是板桥，板桥万分感激，正想前去拜谢小王爷，想不到小王爷虎驾光临，真是草堂逢壁生辉。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。感情他是位王爷，难怪他。我去见了，还望小王爷跟两位中堂，还有这位姑娘，切莫见笑。水酒一杯，料表老朽敬。保寿。谢。这位乃是丁香，江南第一女侠。久仰。不该。小王爷专程探访，就是为了向求先生馈赐守则呀。郑先生画兰写足，堪称当代一绝。本爵专程拜访，上求先生。小王爷，老朽是万分抱歉。小王爷要什么都可以，可是要字要画，爱难从命。
知道，老朽已经起誓，从此不再写字作画。就算是小王爷对老朽有恩，老朽也黯然破裂。好吧，既然郑先生不愿意作画，那来，咱们大家喝酒啊，喝酒喝酒。喝酒，不能找个借口再动笔吗？这好吧，老朽有三个难题，若是小王爷能够解出来，老朽就破例为小王爷再为缝缝。好，好，那好。一向是本爵出题考别人，没想到今天居然有人出难题来考本爵了啊！有趣，有趣。小王爷，你可得小心点，别让人家给难倒了。那当然，不过我还真想让人家给难倒。为什么？因我做事一向不怕难。郑先生，请出题吧。好。小王爷，这上边一共有32个字，可却是一首56个字的七律，小王爷读一读看。先楚看，按说呢，这应该是7个字。老夫子，看来咱们是应该要读这拆字，读边旁才能读出7个字了。晚，晚应该是晚日。这闲嘛，是闲门呢，还是闲月？楚，楚，当然是应该念楚立。有了，这第一句是“晚日闲门楚立看，汴江李南”。嗯，应该是“汴州江水李渔南”。第三句，这里空了一个方格，难道说是应该往上倒读？有了，这第三句是“心情常唱言辞苦”。这第四句嘛，“只疑觅酸”。
那应该是竹子多疑木密酸。第四、第五句上面有一个空格，那应该是顺着念。人飘灯暗，那应该是人迹飘风灯火暗。这第六句才名减寒，那应该是才艺明月剪刀寒。这第七句又应该往上倒读，重月何在，重乃千里，千里山月人何在。这第八句嘛，小王爷我也会了。好、哦，那么这第八句你来念念看。福如梦蚕，这四个字是相扶金炉戏梦蚕。嗯，好，好极了啊！甄先生，这第一关我通过了。嗯，聪明莫过王孙，老朽佩服之极。那么，请甄先生出第二题。嗯、好，小王爷稍后。小王爷，这花瓶之上有二十个字，但却暗含四十首五言绝句。小王爷试试看，可能读得出来。郑先生，五言绝句是二十个字，四十首诗那就成了八百个字，这二十个字怎么可能？小王爷，这就看你能不能读得出来了。哦，雪飞芳树幽，红雨淡霞薄，月迷香雾对湖。这是一首回文诗，还能够倒读。柳雾香迷月，薄霞淡雨红。有树芳菲雪，落花艳舞风。有趣，妙，真是妙绝了。看来小王爷已经知道了答案。小王爷，四十首诗你只念出两首，还差得远呢。想想，你看看，这一首诗一共有二十个字，每一个字的起头都是一首五言绝句，风舞艳花落。但这一首诗呢，是一首回文诗。倒过来，柳雾香迷月，每一个字的开头也是一首诗，懂了吧？果真是四十首。小王爷，你真聪明，要是换到我的话，一个月也想不出来。郑先生，这第二关也应该过了。佩服，佩服。那么，郑先生，请出第三题。是。哦，小王爷，请回答。白秀才，这扇子借老李。这白秀才一向是白吃白喝，人家封他为白吃喝。他的扇子上有圣贤愁三字，是老朽所赠。老朽是因为佩服他白吃白喝功夫绝顶，连圣贤都拿他没有办法。
所以才给他提圣贤仇三个字。这第三个题目，老朽希望小王爷能够让白秀才拿出点值钱的东西换回今天的酒菜钱，老朽就算小王爷通过第三关。这个嘛，郑先生，本爵认输。小王爷，是本爵听信，不喜欢让人出钱。再说，这也是本爵立身朝廷、富国强民的原则。郑先生，请恕本爵认输了。是的，小王爷，这第三关就由老臣跟魏三雄代闯如何呀？不知道郑先生是否同意呀？啊？既然两位老中堂愿意替小王爷代闯，老朽自然同意。好，那咱们就来闯这个第三关。白老弟，看来啊，你今天要破财了。哎呀，乔王啊，这个你不是折磨学生我吗？你怎么弄到学生我头上来了？白老弟啊，这壶酒啊不是白喝的。就拿老弟你的扇子上这圣前仇三个字为主，拆字行个酒令。说对了呢，准喝酒，要是说不对，那你就白痴之名可就砸了，我这第三关呢也就过了。白老弟，准备一点值钱的东西拿出来不？这真是，哎呀，乔翁，你看看你这是。那这样好了，也请两位呢，就先开始，学生就得学着步啊，在后边。好，我就借这个圣字，尔口王，壶中有酒，我先尝。席上无肴难下酒，且把明珠换肉唱。好，这不得了，这不得了，这个珠子可能要值一千两哎。那你等会儿怎么办呢？好，那么我就借这个闲字为题。陈又备，壶中有酒，我先醉。席上无肴，难下饮。未摆佳肴，当欲配。好，白知鹤。这回且看你的了。我看这回他就算只舍得出一两银子，他也不能白吃白喝了。看来咱们这第三关眼看就要过了啊。这个乔翁啊，你看看你真是折磨我呀。那这样呢，我就只有用最后一个愁字来做这首诗了。好，愁，就是合伙心啊。合伙心，壶中有酒我先斟，席上无肴难下酒。
根毫发表寸心。我又能白吃白喝了，我。小王爷，白吃喝真不吃亏呀、啊。不然他怎么会让圣贤接仇呢？我们这第三关要没有通啊。小王爷，那老朽就抱歉了。有意成全，没想到那白之鹤居然把两位老夫子给瞒倒，这真是出乎意料。老臣罪罪过不小，这也不能怪你们。我一定要想个办法，让郑板桥在移情越性的情况之下，不自觉地做出一幅画。小王爷，这叫投其所好。郑板桥乃是扬州八怪之一，他的嗜好也一定很怪。郑板桥嗜好特别的多，尤其是王爷走了，我松了一大口气呀、啊。衙役兄，为官不自由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不过以小王爷的凤的气息，可以说得上是人中的龙凤。是是。倒是这件事，老夫一直觉得很抱歉。哎呀，过去的事不要把它放在心上。如此三爷有这样的样子，弹奏出高山流水之音。先生仙风道骨，想必是天仙下凡呢。仙佛无品，但求耳无俗声，眼无俗物，胸无俗事，一日清闲似两日。余愿足矣。老先生，你不但是个高人，而且还是个达人呢、啊。好说好说。小丁丁，老爷子，许久待客。
客，是。哎呀，哎，老先生，这好可爱的童子啊！哎，老先生，这锅里煮的可是香肉？这样是。怎么，尊驾也喜欢屠狗而嚼吗？哎，生平之至好，生平至好。字画都没有啊！若无名家好画，还是不挂为好，不挂为好。老先生，今日图门大教，心情甚佳，可否容我送一幅字画？嗯，你，老先生，他就是郑板桥。居士要画，老夫不便阻止。倘若居士要是不负其时，画得不负其盛名，可别怪老夫不肯沾光啊。仙风道骨的老先生是谁？哦，这先生，得罪啊！小王爷，方才冒犯之处，还望小王爷。先生喝醉之有，来，还有狗肉，我要与你共谋一醉。来，坐坐坐坐坐啊！小王爷，坐。雅雨。一起来，一起来。先生，
老弟，哎，怎么样？哎呀，这诗书画和春三绝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家父一定是欢喜万分的。对对对对，那三本那边啊，就在那锦匣里，给老中堂收下。哎，好，好。